着你啊，我他妈指着你能给我打赢，我都比那个指着老太太上能上树还难。如果今天不是费劲、啊，如果今天不是遇到虚位的话，你看能不能赢？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没打到，没打到。确实可以，我承认。我遇到谁都不虚，但是我真没想到我会遇到虚位。你遇到，那你说我能怎么办？你遇到刺不虚？那个问题就是遇到了呀。你遇到那个刚才今晚通报的那个人不虚？你不是遇到了他，你还遇到了我。你遇到了我，你何其有幸啊！我给了你多少东西啊？我给了你多少资源呢？你现在你跟我扯这个，你说你倒霉，啊？那我什么呀？我算什么呀？你算我脑子有水啊？我真的是，你算你们这都说我破防了。除了认倒霉还有别的办法吗？除了认倒霉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他妈逼的认倒霉，我这一晚上我输了多少啊？我们都是倒霉蛋，咱俩都鸡巴是倒霉蛋，我才是那个最倒霉的好吧？要不是今天你今天不来、啊、我指定乌云能选许飞，我就跟你说啊，我指定还能选别人。你选你他妈这才是害人精，好吧？我是害人精，你他妈害我不浅呢！你害我不浅呢！你真是我不倒霉，只有你一个人倒霉，哎、是吧？你快鸡巴推塔来吧，行吗？你来推塔来吧，不玩了，我他妈真不想玩了。我不倒霉，我本来稳稳进行，我遇到虚威了，我不倒霉。这他妈怎么打呀？你来推塔呀！你快点吧。旭杯我爱你行吗？你别杀了行不行？我真的你别杀了、啊、你让我少输点吧行吗？我不爱你，可少恶心我全体结束吧行不行？我真的是我今天真太鸡巴倒霉了。不是啊，蒙奇奇你听不懂人话吗？他说了他只要我，不是你讲这话不只要你有什么用？你有那么多资源吗？啊，你有那么多票子吗？你能给他排那么多单吗？嗯，我身边有的是他想要的老板，他想要的资源我都可以给，姐不差那些。但是虚杯姐不想输这口窝囊气，你懂吧？但是虚杯，你觉得虚杯会选谁呢？我看照片、嗯、多的也不说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打完就发给你。姐也有照片啊，姐也给你发照片啊。虚杯你要看他的照片吗？脾气差点，但姐长得不差。我肯定要看啊。你是不是你也要看他的？哦，看你的，不是该看你的吗？哦，我以为你要看他的，你这样就过分了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你还是骗着我的。哦、是吗？不看我的吗？我指定长得不带有他差的。虽然姐脾气不太好啊，但姐长得绝对一流。真的吗？你看了姐的照片，你也会爱上姐。真的吗？什么意思啊，蒙奇奇？姐就是有这实力，哦，姐一点不跟你瞎说，啥实力啊？绝对不跟你瞎掰，怎么了？就是，你的意思就是你拱不到坏坏，你现在就是要拱虚杯了喽？是这个意思吗？那怎么有300个通报？你脸都不要的喽？我有票子啊！这么离谱，人家打完都，人家可能其他组都早早打完了，都打完走了。哎、我想求你了，你快推塔吧，不给谁听行吗？不给谁听。300个都没听到。我不想推，我想晋级，我还在追。你都老推掉推塔了，行不行？你都鸡巴活不了了，你他妈的！哎，我真服了，你快点吧，行吗？快点！哎，徐飞这边有人，你就那么爱睡觉了？我们就算真晋级不了，我也不相信。回去在家待着，叫啥？有这么大的差距？锁子哥偷上了。哎，没办法，好可怕。还好那个人，啊，啊，啊！